这稍微棋大一点，所以我就竖着切了。切成大点的片，这样切好切，但是这样切出来就片就太小了。肉切好以后放一边，不用腌。这个洋葱稍微切大一点。还有豆瓣酱，另外一个就是要放甜面酱，但是我没有甜面酱了，今天就放点辣椒酱。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水发豆豉，因为我这个味道比较重，所以我一般先泡一下，然后再把它水倒了，也把它稍微切小一点，不切也行。因为这个肉比较肥，所以呢，要剪一些油出来。少加一点点盐。先放豆豉。炒香以后再放这个豆瓣酱，大火，大火淋大，加烧掉去。再往上放点辣椒，再放上辣椒酱。